们中国的土地上上访。你给我等等，小吃大叔，你们竟然敢在我们日本学校门口撒野！这是他们，你们的学校，告诉你们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。中国的土地，现在也进了我们日本的学校。日本学校教得好，可以是日本学校；教不好，呢可以用共同作弊。小吃大叔，我看你需要学习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，看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。就凭你们，还想共同作弊？学你们，学什么？学你们发动侵华战争，学你们掠夺慰安妇，还是学你们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？学你们放任天安门其他又不对，用华人做实验，还是学你们修建太原城路？学你们八单死亡刑狱，还是学你们亚历山德拉医院暴行？学你们中心政治啊，还是学你们排放核污水危害全人类？学什么？你们这些倭寇骨子里的劣根性，我们中国人还真的学不会。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，天道无亲，草与散人。我看你们还是要好好读一读我们的道德经才对。你们做了这么多的缺德事，一定会遭天谴的。老朱，走了啊！老师，不让你上。是一个有包容的国度，也是一个开放的国度，但是包容不代表没有底线。